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6月14日，然后这款《英雄来当家》，这是一款不正经三国题材模拟经营游戏，于6月13日上午10点开启三档测试，测试结束时间6月20日下午15点，游戏将于7月8日早上10点正式上线。回到三国乱世，通过你的经营技巧，展开经济占领城池，招募英雄团队与主公豪杰逐鹿如画江山，玩家将操作刘禅，随着诸葛亮的辅佐，以经济实力统一三国。游戏的玩法以地图为单位，完成该地图任务后，成功完全占领，前往下一张地图，算是另类的攻城略地、开疆拓土。使用钥匙开宝箱获取三国武将，目前有47位武将，武将可以组队战斗，解锁店铺，也能配置在店铺中自动收取钱币。另外有多种副本，粮草战斗、竞技场、剿匪行动等。试玩体验下来，觉得台服未来有机会能玩到这款游戏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，来吧，6月13日开启三档付费测试，英雄来当家。测试到6月20号。三国题材，可能是三国加经营吧。那怎么没声音嘞？只有点击的声音啦，还有一些音效吧。相父啊，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了，这还打个大西瓜呀？以当下来看，抓住经济命脉才是王道。好，以德服人，这个应该是那个诸葛亮吧？那不如我们开店经商，以德服人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音乐啦，就只有语音，还有一些音效。资源加载中。欸，资源加载中。发生什么事啦？我们暂停一下。好，加载完了，有音乐了。可能一开始没有音乐的原因是因为还在加载吧。有一些小内阁，毕竟是测试游戏嘛。好，诸葛亮，到底是念刘禅还是刘禅呢？小时候都念刘禅呢，好像有人念刘禅。好，这边有任务栏，玄德鞋店，好像一开始刘备是不是卖草鞋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欸，忘记欸。玄德鞋店，前往。点击建造，然后点击赚钱。OK。升级，升到5级。嗯，这种游戏台服应该有机会出啦，经营游戏加三国，就是台服应该有机会玩得到，未来可能有机会，只是三国的游戏名称常常换啦，三国的游戏太多了，一堆无双吗？三国无双，一堆三国争霸。好，跟着主线任务来玩一下，轻松玩，轻松玩。到时候我们的英雄应该都是武将啊，三国武将吧。好，收集现金，赚钱，赚钱有那么容易就好咯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世界上这样的赚钱速度，大家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吗？通货膨胀啊！钱太多啦，东西产不出来啊，通货膨胀啊，我们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涨啊，受不了。好，第一张地图干掉就换第二张地图，它是属于那种换地图玩法吧，就是你这个地图盖完之后，你就是换下一张地图，那它就用城池来移动嘛，移动城池，
一开始是桃园，我们这边是桃园酒家哦。以前那个玩一些 online game 的时候都通货膨胀啊，因为那个怪一直产出金币嘛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回收机制？顶多就是爆装而已啊，封装被爆掉这样。那回收速度也很慢嘛，因为有一堆挂机啊，挂久了金币就超多。我刚刚把音乐调小声一点，因为有点大声。桃园安宁，我住桃园啊，我住桃园，不过是台湾的桃园，桃园市，桃园好像已经变五都了吧？不知道六都七都了，每个人都要升级。我们这边要自动化哦，怎么自动化？要配置武将，我们现在只有这个阿斗啊。斗哥，乐不思蜀。这种玩法机制我玩过蛮多类似的，是国外的，就是有星际大战的，星际的，一样就是有一些科技类的。就在这张地图里面，你只要完成这些任务，然后去配置你的英雄，然后就可以换下一张地图，这样下一个星球。那这是下一个城池吧，同样的玩法，只是题材是三国，是大家熟悉的三国。好，我们这边升级菠菜会所，这个是菠菜会所吧？我钱够不够啊？我个卡等啊，果然卡啦。然后解锁就要战斗了，这边是孟德典当。孟德是谁啊？曹孟德是不是？曹操是不是？字孟德，刘备字玄德，孙权字什么？仲谋吗？好久没看三国了、啊。好，升级。打开宝箱，宝箱在哪里？国家宝箱、职业宝箱，然后消耗钥匙是不是？宝箱可以开英雄吗？你获得了这个卡牌有问题啊，一片蓝，我觉得应该是有 bug 吧。他没有告诉我是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小 bug， 不然正常应该是这样啊。流产这边没有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一个卡片而已吗？还是哎出来了，又是那个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边出来了，又是那个啊，看不出来、啊、又是那个，你看他慢慢跑出来了，他慢慢跑出来，于禁哦，于禁啊，原来是于禁。这游戏有一些小 bug 在存在，测试测试，必须接受它。测试就是这样。好，鱼镜，这样就开始自动帮我们收钱。好，自动化。哎呀，在战斗，战斗就楚河汉界嘛，有一个小小的战斗这样，然后战力100/199次。200/180，我赢的吧？除非有什么变数。他用什么针锋相对？他应该用乐不思蜀啊，对不对？玩那个三国杀的时候都用乐不思蜀，然后对手就不能玩，只能抽牌，然后不能玩，然后就哭，真的哭了，真的哭了。我们继续把它自动化。自动化你要配置啊，还有换它是不是？反正为了任务。为什么真的哭哭了？因为我跟那个我们家小朋友玩三国杀，我有买那个实体卡牌。三国杀，
我就说我要对你使用乐不思蜀，然后他就不能玩了嘛，不能玩就哭哭，就说不高兴，不高兴就生气，然后就开始生闷气，然后就哭了。我小时候那个跟那个表弟玩那个大富翁也是一样，以前小时候玩那个电脑游戏大富翁，不是纸牌，是电脑游戏大富翁，有一代、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代，玩那个大富翁二吧，然后有一些陷害卡、陷阱卡，然后开始害他，害害他就生气，也就翻脸了，就不玩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好，这个不会自动收钱欸，所以你要自己点它才会收钱，它不会自己累积啊。好，收取现金。这张地图应该就三座城池嘛，我们就完全占领。我们到下一个新城池。好，前往。就这种游戏啊，就是一张地图一张地图一直攻城略地这样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益州。音乐怎么突然有点小声啊？一个清乐。开疆拓土的感觉是不是很爽？啊，不会，等下就会卡关了。好，占领这个什么书院啊？南翔书院，你可以先配置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英雄啊，不会又重来了吧？还是要娱乐哦？我们没有娱乐大亨的英雄啊。哦，我懂了。没办法，又从头来。就是英雄有分种类啊，你看这边有讲嘛，你擅长的啊，然后就去。好，商店里面有一个黄金宝箱，继续抽卡。不要又那个啦，又那个啦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潘璋，不是上将潘凤，潘凤直接被干掉了。是上将吗？不知道什么他叫上将。好，娱乐类型的这个英雄给他指派一下。这种游戏就是你就是跟着主线任务做啦。凤仙，吕凤仙，吕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配置一下。不过这只是叫凤仙而已，没有那个吕布。战力的话，我们还是比对方高一点点呢，我就高那么一点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养成啊，没有教我们。好，这游戏我觉得台服应该会有代理啊，我觉得很玩得到，也不一定要代理，他就直接上架就可以了。就如果他想要赚台湾这边的钱的话，因为现在 Google Play。在中国那边是不能用的嘛，他们是直接不能用的啊。这边要干嘛？我要先配置是不是啊？要升级是不是？哦，要升级啊。点它。因为它那个指标我看不太清楚，它不是一只手指，它是一个那个球在那边动。然后我刚才讲话没认真看，啊，常常是这样啦。然后这边又卡住了，欸，就是没有一个返回上页的界面乱按。这边也是铁三靠，奇怪，因为铁三靠，铁三靠，这个 VR 快打里面的那个结成精啊，铁三靠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啊，他还是老问题啊，哦，那个。出海出现，就是卡卡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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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一个人我可能打不过吧。等下去抽卡，我们还有钥匙啊，我刚看还有钥匙，只是可能打不过而已。但毕竟他们是杂鱼啊，我们可是英雄啊，拜托，我们可是武将啊。
四合院。好，这边有众魔。上页。我们先不要打，我们会返回啊。我们先抽英雄啊，或是养成一下。啊，没有包子，然后我们来抽个英雄吧。好，目前已知问题就是他有点小卡，丁凤，就是卡牌这个他不知道读什么，读不到、啊。好，这边有一些活动限定，三国武将嘛，但是他没有很多哎、欸，四一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九十十一四四只加三只四十七只武将，目前看到是四十七啊，在这里啊，四十七分之四。我还在那边傻傻在那边数啊。OK， 收集现金，收集现金，配置一下，配置配置配置，纸牌，然后 Max 升级一下。不然我们是用现金收很慢啊，对不对？收集现金跟你的现金是无关的，收集下来就算收集了，这样就比较快了啦。二十万嘛，哦，二十百万。OK， 完成。有一个五百包子啊，我们可以练武将。霸业虽然重要，也要以逸待劳，也要劳逸结合，不是以逸待劳。我每天都在劳逸结合啊，天天劳逸结合。这个是怎样啊？不知道。资源加载中又来了，又卡了，又卡了，怎么那么卡、啊？通过计算战力来消灭战力低的敌人哦，我懂了，有点像那个英雄征程吧？英雄征程就是这种玩法，每天打广告嘛。啊，这个胜利因为是每个游戏都固定的，英雄征战还是征程？有一个那个 RPG 游戏每天打广告，那就要先吃这个，然后五打三嘛，五打三就可以赢。还有类似这种玩法，就加减乘除玩法，一模一样。他这个也是抄人家的、啊，这样子。不行了，我们要退出了一个小小的加法玩加法游戏。哦，然后这个应该是通行证，左边是免费，右边应该是通行证，12元人民币。人民币好像 4.5 吧，乘 4.5 啊，跟台币比的话。以前有去贵州玩过，就那种便宜的便宜团吧。陪我妈去啊，主要是陪我妈去贵州玩。看那个风舞石洞，对不对？那些奇形怪石哦。好，我们来占领一下，解锁战斗。好，战力500，又去什么阳朔啊、贵阳啊什么的，就那些地方。然后会带你去那种，购物团，有点购物这样。一开始就跟你说我们有购物团，先跟你讲好啊，他要不要买随便你，但他会一直催眠你。我妈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被催眠了，因为我觉得很无聊，看那个宝石很无聊，带你去看宝石啊，就有一个男的就说他是台商啊，先跟你拉关系啊，请你喝茶、啊，然后开始那边讲的天花乱坠，某某某是他谁谁谁，某某某是他谁谁谁。我这边没有了啦，我指派一下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完成。然后就觉得很无聊嘛，很无聊就去外面
发呆。然后就在我发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妈就买了一些宝石，什么蓝宝石哦什么的，就些石头啊不值钱，就花了几万块还是几千块，应该好几万吧。反正就我觉得有点被灌迷汤吧。好，这边是总建物的总等级，就是你要升级了。升级的方式就是这样嘛。好，完成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20分钟。这个游戏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。就这种玩法，我觉得 OK。它不会在一个固定地图嘛，就是然后是三国的，你可以抽一些三国武将，三国加点击养成，没有什么经营啊，就点击养成这样赚钱。好，那有一点点战斗这样。好，那玩家的 ID 还没有取，我就不改了。然后 VIP 0，然后现在在八郡，目前英雄有5只，设置。稍微看一下，然后邮箱有没有福利啊？因为测试服应该不会有福利啊，而且这是入服的 APP 下载的，通常都要透过 APP 可以拿到一些福利。好，城市地图，好，我们现在在这儿，一开始在这个吧，胶州是不是？我不会念，这是胶吗？还是另外一种念法？长得不太像胶欸，还是什么益州啊？不会念。你像交通的交，但是搞不好不是那个字。神机妙算 ，OK， 就刚刚那个嘛，四级可以再玩那个小游戏，然后战斗一些副本吧，我这边有一些副本玩法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